好的，接下来已经欣赏相声《劳动号召》表演者孙景芳、刘华，有请。谢谢啊！刚才两个变态给您表演了，让这二位下去休息休息，让他歇会儿吧，到后台吃两口药，吃药好，我们两个人上来。啊，我们俩一上台，各位放心就好了。大家放心吧，我们俩吃完药。尿了，吓我一跳！开心呐，开心！哎，你看人家前面这些表演，一场接着一场，一段接一段，每一对演员呐，哎，都是饱满的热情，哎，情绪饱满，也都比我们啊、精进用功，哎，努力了啊，演的节目啊，也特别的火爆，真好。我们俩上来以后，可能比人家要差很多，所以说希望您各位能够给我们一个担待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俩的药吃错了。开心，高不高兴？开心，高不高兴？开心，高不高兴？开心。我们俩从来聊不到一块儿，怎么聊？哎，很多朋友啊，这个都认识这位老师。简单的介绍，认识我的哈基米，他在现在网上。我是个什么物种啊？哈基米就是年轻人称呼可爱的意思。哦，可爱啊！哈基米啊！都特别喜欢您。谢谢。之前有很多的荣誉，以前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，他的本名叫做刘全淼。哎，这是我的名字。之前2013年、2014年、上过央视春晚。真的，谢谢。这之前的荣誉啊，2018年、2019年那会儿，上海东方卫视相声有新人，人家荣获全国季军。爆棚了。前两名是孟鹤堂还有谢金嘛？对，哎，还是差。央视举办的相声大赛，您各位可能有时候吃瓜会看见这几个字眼儿，人家荣获相声大赛央视的一等奖最佳捧哏。我爱你们。那现在不也这样吗？您各位啊，都不了解。你有病啊你！你提这干嘛你？不是，你之前有多少荣誉，朋友们可能不认识你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更不想认识我了。我们要真诚啊！是的，这说实话，这没什么事儿。我这上来把你捧着到天上，你也不接受啊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就给我扔井里了？那我捧捧你，好好捧捧你。德云社都有个辫儿哥，说的就是他。没有，他就是德云社的辫儿哥。没有，辫儿哥刚下去。老师吗？您不是张云雷老师？这没有，您干嘛呀？娱乐明星啊，是不是？您各位都熟悉那些大明星，人家都认识，是不是？人家张云雷老师，人家相声的基本功多好，真是长相也好看，看，那是我们德云社好看的演员。看，这是我们德云社难看的演员。看，难看。看，好难看的演员。我们要真诚，要真诚。你要不想跟我聊，别聊了。不是，首先来说，咱们形象上比不了人家。那比不了。你长得，你跟您是罗云熙吗？王鹤棣呀，你是？王一博呀，我连朱一龙都赶不上，那不就得了吗？你长不了那个脸，爹妈没给那个命，你就得在别的天赋上努力。对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都是独一，要不下就是故意要不下来的奖，就是独一无二的。对不对？我们都要努力，应该努力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能走人生的轨迹，因为人生是一片旷野，我们要任自己的长处而生长。虽然说我们面貌丑陋，但我们内心肮脏无比。我们得在我们是怎么做到内外兼修的？
看，他永远想不明白，你想不明白，我不想明白，你想不明白，我没走上那片旷野呀，我还在我的轨迹上走着呢。你看，你论长相，你有人家岳老师长得难看吗？你有岳老师长得难看吗？对不对？但人家岳老师为什么如此努力？为什么？人家天赋啊，摸索到了，开窍了的，啪，开窍了，开窍了，人家，对，你开窍了吗？看你的安排啊，不是，就您刚才这上来这几分钟，我问了您，您受自己大的控制，人家要认清楚自己。人家岳老师，您不听相声，您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拍电影、拍综艺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yes。谁能上来救救我？我们这儿太胖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咱们都没有办法比。你有办法？怎么办？你没有办法跟人家比。所以说，在这种小剧场演出，就是一个开心，就光这开心了，让各位开心快乐，就让我就一笑，对不对？很多朋友们来南京旅游，老门东这个地方，值得一玩，值得一逛，是不是？对呀。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南京老门东，这是老门区，这个像这个地方啊，定的谁给定的？老门东吗？老门东就老门区，前面不有夫子庙吗？那是庙区。中国基本上世家村都是以这个当地的这个建筑啊，西安大雁塔、雁塔区，对不对？法国那个埃菲尔铁塔、铁塔区，巴黎圣母院、圣母区，湖南凤凰古城、大鸟区，人家怎么就叫大鸟区呢？凤凰就是大鸟，对不对？你这栖霞寺、栖霞区。就是你怎么这么了解呢？因为区最了解区啊。怎么了？你要这样，我让朋友团上来了。你为什么上来吗？你让所有的朋友都上来，看都有几个能接受住区最了解。不了解？不，你不认识我吗？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这区烫头了。对不对？朋友们来老门区玩很开心，是不是？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子庙区啊，太奇妙，就夫子庙嘛。霞寺区啊，霞寺、栖霞寺，对不对？都可以玩一玩，都可以溜达溜达，转一转。终归到底，我们在台上就是负责逗您各位开心的，对呀。希望您各位能够雅俗共赏，福寿延绵。这话太对了，太对了，你有病？怎么了吧？我说你说的对，这话太对了。打他干嘛呀？打他干嘛呀？你说话，你换个动作行吗？这都空下来，还不疼？打他干嘛呀？你先没事打他干嘛呀？就希望您各位能够开心，比你开心，生活就美。一开心，我们就要。有病！我都拍哪儿，你去哪儿吧？拍哪儿，你们试试吧。那我到神医了，拍哪儿好？什么呀？我这。各位开心，要我认可你该说的那话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哎，你像我们，我们呢平时啊，在这个生活当中啊，就要观察，应该观察什么东西好玩？哎，什么东西好玩？什么东西好玩？你是不是还咽了个口水？好玩？什么东西好玩啊？生活当中啊，我们不能研究不好玩的东西。人家哪说出来笨呀笨呀，什么东西你研究的好玩？你们几位平时都玩什么呀？别去唱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好？听相声最好玩，听相声好玩。是不是？图个乐啊！很多的这些艺术大师，
相声名家们，您各位都认识，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师爷那对黄金搭档啊，胡耀文、胡鲁藩，人家两个人啊，这一辈子兢兢业业，石富宽。胡耀文石富宽啊，一直到我们师傅这一代，郭德纲、吕编，他们你就这么看不起人啊？什么于谦？于谦啊啊！还有现在我们肩膀齐为弟兄的捧哏前辈，刘鹤春啊，棺材牌，哎，棺材牌，这刘鹤春要死了是吗？都在后台，都在刘鹤春棺鹤牌，哎，还有后台那些老不死的先生，他们一步一步的对我们的教育。叫什么？您该说的什么？老不死的老先生们，什么？他们要死的老先生们，要嗝屁的老先生们，活不长久的老先生们，我们要受他们就没有呗。老艺术家，老艺术家，老艺术家们，对，哎，很多朋友，您各位可能觉得，哟，您在台上这么说，这个老先生是不是不太好？只有相声这个行业是有开特例的哦，因为我们老话讲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没规矩，在后台就应该被打死。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对了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对，老先生们也是在后台这么跟我们说的。没错啊，他们既在后台当为老先生，又给我们立规矩，就这么又当又立的。这帮老表，老宝，这帮老宝贝儿们，身体实践力行的，他们要是老好，咱们也。不是老宝贝儿，老都是曲艺的瑰宝，老艺术家都是曲艺的瑰宝，哎，都是咱们九点了，差不多了。这个很多的我该死了是吗？那我可就还有这哎，九点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人生到终点了。作为一个演员，我跟你说一说，现在几点了？我感觉这是我的主治医生，九点了，该差不多了，怎么我该上路了吗？待会儿不要吓我。作为我们这个相声演员，在舞台上要有一个把控时间，应该掌握时间，对不对？演出不能超时啊！哎，对，这是最主要的，这是必须的。哎，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呀，我们相声演员多知多懂，这是必须的。您看，像一些这个曲艺行业，包括我们相声，要触类旁通。多了解一些，那您唱的小曲小调、曲艺都喜欢啊？您想喜欢什么？您介绍介绍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河南豫剧。河南豫剧，您喜欢吗？啊，我也有过耳闻。哎，小的时候我都是跟我的爷爷奶奶长大的。哦，爷爷奶奶他们那会儿啊，老听那个收音机半导体。您各位有上岁数了。马金凤大师，哎呦，常香玉大师都是大家。哎，这些大师过去有很多的豫剧代表名作，您介绍介绍。你比如说马金凤先生代表名作那个 Superstar， 这一段儿，拿我小的时候啊，你小的时候就应该把那半导体砸了。人马大师什么时候唱的 Superstar 呀？豫剧名段啊，怎么唱的？唱起来特别好听，脏脏浪脏脏脏浪脏浪脏脏，是这味儿。小酒歌颂，眼着眉头就心痛，我没空感受我，只顾及你感受啊。你要是往哪儿走，把我连环也带走。他被人找了我，留着有什么用啊？恁是爹，恁是我，恁是唯一女神啊！我只爱恁，有阿门索普尔斯达。刘国春，这是马大师跟刘国春分的料是吧？哪的事儿呢？这什么名段儿？都非常喜欢这些名段哦，还喜欢小的时候啊，就比较了解啊，这些这个大小名段都比较熟悉。您比如说我们的国粹，
国粹，国粹，国粹就是脏话。这个呀，什么叫脏话？谁的国粹是脏话呀？现在大家不都说国粹就是脏话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国粹就是京剧。京剧特别喜欢。对了，有这么一出戏，色狼看那个四郎探母，你看对了啊，四郎探母，老母亲不容易。四郎探母，里边有这个高腔拔调。哎呀，对，有一个，您知道叫什么吗？叫小帆，叫小帆，对，特别喜欢。您会吗？将，不是就是将，一见红纸到林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空啊门叫响。特别喜欢，高腔大调。你随时还带一个这个，对呀、啊，上不去就需要别人帮忙。高腔大调，都是我的喜欢，我都没想到这个。哎，包括这个生活当中，咱们经常唱的一些这些曲儿啊、调啊，其实您仔细发现，都是有渊源的。都有什么呀？平时生活当中也唱一些吗？也唱啊。举个例子，上咱生活当中，你比如说，生活当中就不能叫唱的了，那可以叫哼唱。哼唱，那个哼唱是酒后啊玩游戏的时候啊。你看咱们平时喜欢玩什么呀？划拳号令，就是酒令。对对对，酒令这个节目你也看过吗？我也知道，有了解，也喜欢啊。这个划拳酒令、划拳号令，它都是根据节奏来的，不一样。这些呀，都是这个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游戏。是啊，这些有节奏的东西，统称叫做号子。号子号令，哦，这是发射号令的那个号令。哦，号令。你比如说咱们喝酒的时候老玩的游戏啊，找爹，爸喝丢了，怎么喝着喝还找爹呢？咱俩谁是谁？哎呀，我知道，玩，咱们俩在这里给这示范一下，来一回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俩一起玩，来，喝酒时候经常玩的报警，来。咱俩谁是谁的爹？咱俩我是你的爹。咱俩谁是谁的儿啊？咱俩你是我的儿，咱俩谁是谁的爹？咱俩我是你的爹。谁是谁的儿？咱俩你是我的儿，咱俩谁管谁叫爹？咱俩我你管我管你叫爹。你怎么改了呢？你看这都是游戏呀。哦，是不是？改到了他。我是你爸。哎，很多的这些号令的东西啊，它都是从这个民间的小调当中提取来的，不也是提取的？你看，这是喝酒的时候，这叫行拳号子，行拳号子。对了，行拳划令嘛。还有什么别的？还有劳动时唱的号子，劳动，哎，叫劳动号子。您能介绍都有什么劳动号？说起这个话来啊。可能说是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爷爷辈儿的奶奶辈儿的人上岁数，对他们那个年纪啊，在这个劳动的时候啊，都会唱这个号子。那一代的这个老人长辈，开辟新中国，全靠的是这个手拿肩扛，对，兴水利、修铁路、建城市，没错。那个时候的这个人的这个。凝聚集中力啊，这个精神力量特别强，必须的。所以他们喜欢在劳动的时候啊，哼唱号子。哦，咱比如说拿这个过去几样老式的号子来说，您举个例子。你比如说过去在这个四川湖北那边，有川江号子。什么叫川江号子？四川到湖北，宜昌到宜宾，啊，1000多里的这个水路啊，俗称叫做川江。哦，过去那个跑汉船的。京之路，但那会儿啊，这个船啊要想逆流而上，特别难，不容易，就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人，这是就是纤夫，一个职业。咱们老听纤夫的爱，就是说的这个职业，纤夫。哦，一般都是生生的站在这个水里，甭管多冷的天，多热的天，哎，必须得说是那个大高个，多高，1米93，往这水里边一站，哎。头顶烈日，脚踩泥沙，哼唱出来的川江号子。哦，这是在水里头是吧？哎，对了，我给您各位学一学。您来，我给您各位学一学。就站在水里边。哎，对，站在水里边。
您在海底捞干吗？我们在这穿面子吗？不是，这是海底捞吗？海底捞这样。那是那个纤绳，哦，这是纤绳。哎，一般来说呀，往这水里边一站，1.93米的大高个，跟咱俩一样，还差不多，浑身上下一丝不挂，手里光着。光着，纤夫一般都是不穿衣服啊，全都是赤身。您琢磨呀，必须得赤身裸体。为什么？这个川江水流是湍急的哦，您这个不能穿衣服，人体本身就有阻力的。对啊，这水到你这个人体这儿，必须要分流的，就是温温温温温，都这样。关键你穿了裤子，那就不行了。人体本身就是有阻力的呀，啊！你再穿个三角钩子，穿个平角裤衩，你到那儿以后，呼，裤衩时间长，你的裤衩就糟球了，糟球了，出来了。哦，还不能穿，就得光着。虽然必须，要裸体。啊，还是真的。哎，脱裤子。还是一个女生孩子。她老公还在旁边。那您吧，我给您学一学这个穿肩号。您别在旁边闲着，我还有我的事儿呢。您帮我搭一个腔，搭个腔。哎，对，这叫一人喊帮众人忙腔。哦，那我应该喊什么呢？我这边一喊起船了，那我您在旁边很简单，喊一个呼嘿。行行行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这都是这个耗子里边的话，我这没问题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咱们现在已经就是这个水已经漫到这儿了，漫到这儿了，漫到这儿了，哦，纯靠人力去拉活。嗯嗯嗯，准备，请。你让各位同这几个男的都没穿衣服，他发出这种动静，你想干嘛你？我怎么了？我学了多少朋友们，我学暗流涌动啊，这底下都是水，水的这动太猥琐了，太猥琐了，还不行啊！我这没春哥说不可以，不能这样。听春哥的，不可以这样啊！你不能你。吆喝没劲呢，我应该有点劲儿吧？那当然了，你得吆喝劲，对不对？你劲吃饱了饭，你这是来拉线、来拉船、来干活呢，那得活点劲儿。金川楼，呼啦！哎呀，妈妈，哎呀，好脏啊！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我给你刮过去，你等会儿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还有一虾仁，哎呀，姑娘喊快来吃啊！你喊人家干嘛呀？你喊人家干嘛呀？这样不是你让我使劲，我一太使劲，我就吃那饭就不行，抬出来，我就正常。你被凉水激着了，不可以这样，正常的。哎，你戏怎么那么多呀？真的是。哎，金川楼，水有点凉，激着屁股了是吧？嘿，哎，你给我憋回去，我叫你疯了吗？我吐你不让，你要认识人给我排出来，我再跟你急。不是，你使劲要拉这个船了，这拉得拉呀，你拉拉。哎，同志们呐、啊，不嘿，出川江啊，不嘿，哎，到一场啊，不嘿，咱们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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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咋遇见不为大姑娘啊，不为姑娘是个不为臭流氓啊。人家姑娘招你惹你怎么了？你碰上姑娘就说人家是流氓呢？朋友们，咱刚才说的明白啊，这一趟水域都是拉纤的纤夫在这儿。对呀、啊，基本上村子里边的这些妇女们，人家要说到河边去洗个衣服、淘个米，就不在这个水域了。哦，对，一般在这个水域还能看见女的，那不就是流氓吗？哦，目的不纯了，赤身裸体的。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水还高点，还稍微好到这儿。嗯，没穿衣服啊，嗯，对不对？你赶上人家拿一大衣盆，往里。您都看遍了，是退潮了吗？这个包袱很惊悚，皮儿还有。所以说，在这个水域遇见的就不好，就不好啊！你还是离开。这是川江号，这是川江号。那还有什么耗子呢？哎，还有耗子，你比如说搬运耗子。搬运耗子。对了，现在您比如说朋友们生活当中啊，您如果说是要换一个新的地方去居住了，哦，搬家了，迁徙了啊，这个时候。搬天使了，候鸟。您各位，哎，搬个桌子，搬个凳子的时候，您是不是还说呢？准备走了啊！一二，抬呀！一二，您抬呀！您这一眼，您这往下压呀！抬呀！你抬呀！你快点放上台吧！一二，你看，您下一个时候都还喊靠号令啊、哦，这个号令是有渊源的哦，这也有历史，它就是根据搬运耗子来的哦，搬运耗子。一般来说，搬运耗子的人呢，啊、也得说是1.93米的大高个，那还得呀，哎，必须要撸胳膊挽袖子，还撸胳膊挽袖子，他得卖力气啊。哦，哎，咱俩给各位学一学，来一回，来一回，好不好？哎。哎，好比说我们俩搬的一个大柜子，哎，一个大衣柜，哎，好大柜子，哎，大柜子，您得帮我搭个下签，我搭什么下签呢？嘿咻啊，行，好的好的好的啊，这个南方见的比较多一些，哦，南方这搬运耗子，您哪位带纸了？啊，借我纸吧，他拉完了已经。你干嘛呢？搬东西，你不搬劲儿吗？哎呀，就这样，我这样你也得这样，我也得这样。上前别压脚啊！同志们呐、啊！干什么？谁家干活？老爷们干活，好，跟你妈夹子似的。干嘛呀？不是，这不阳刚之气呀？你像个小妹妹一样。你今年多大呀？刚满18岁。什么呀？干活得卖力气呀！我是卖力。你这叫什么？劲儿都用在胳膊上了，所有的力气都在当年，你嗓子只能出来这么点音儿，不就卖力气呀？你管我怎么样，我跟你干活不就完了吗？同志们呐、啊！哎，是。同志们呐、啊！哎，是。哎，是。加把劲儿啊！哎，是。哎，是。脚下的路呀！哎，是。哎，是。看清楚啊！哎，是。哎，是。黑的是泥呀、啊！哎，是。哎，是。黄的是土啊！哎，是。哎，是。海盗船长。哎，是。红娘娘，哎呀哎呀，怎么很多娘娘都听了？废话，你干活有这么干的吗？啊，这样不行，干不了。哎，不能这么干。但是给您各位学一个毛皮啊，
皮毛，学这个皮毛就可以了。哎，你要说是到了这个40年代、50年代往后，再往后那个时候啊，他吆出来的这个号子，朋友们，就充满了干劲儿了，又不一样了。对了，那个时候的劳动号子呀，随时随地的，那脑子都得哼唱出来词语，还都得有词儿。比如说，新的大楼建筑工地上啊，一群激愤的这个工人，激情奋耀的工人，对，到了这片工地上，看这大楼，随口这就唱出来这号子了，那没问题啊。您可以接下声，我可以接下声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那必须得说激情高啊，没问题，都是好词儿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啊。大楼没顶子，那不是烟囱吗？唱啊！怎么唱啊？那是烟囱啊，那是看尖儿啊。学过卖布艺吗你？我刚才都听一遍了。就是这样啊，一样的。来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！竞赛到了高潮啊！歌声震天响啊！红旗迎风飘啊！激起轰隆隆的砖火，地动山摇摇，高山能推倒，英雄们智谋高，开山有点钻，翻山有老雕，汽车拉材料，不用那人去挑，咱们来打地基呀，越去行越高啊，大楼随风长啊，搬重心一条啊，祖国大建设呀，英雄们智谋高啊，怎么那么快呀，就是这么快呀，怎么那么好啊，就是这么好啊，怎么那么高啊，质量就是高啊，质量怎么高啊，说说你听着啊，大宝公公裂呀，地震也不摇啊，就在天塌下呀，大楼能顶着啊，机器省人工啊，省心又省料啊，既省工又省料，多快多省，挖到了一具尸体，原来是你妈。我去你的妈！